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卡车兄弟范哥，现在是2002年的6月6号，晚上的1点半，今天呢，我们是来到了那个佛罗里达，这是第一次来到佛罗里达，在这边一个仓库在等待卸货，但现在是晚上的1点半了，所以来了以后呢，只能在这等待明天早晨8点。他们上班以后才能进行卸货。现在外边停了很多车，都在等待明天早晨8点以后等待卸车。刚才又来一个车，现在都在等待。这是跑到最南部的一次佛罗里达。这好像是在奥兰多的一个仓库。这等到早晨8点，等8点以后 check in 完了以后，开始等待卸货。这是很大的一个货了，这又是 Dollar General，这就是美国的那个一元店那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仓库卸货地点。这个一元店看来在美国还是相当多的，到处都是大仓库。等待卸货，卸完货然后再提货，提货以后回加州。哦，这么大。